是可以转的，是可以转的。现在就读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一年级。那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，在这个爱的生活圈里面，我所享受到神的爱和弟兄姊妹们的爱。我是一个重考生，对重考生而言，心情的稳定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每位重考生都会安排一位主任来照顾他。那这位主任就会来关心他的心情、课业状况，有时候也会就是送点点心或者奶茶帮助提神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一位主任来照顾我，所以当我看到其他同学有人来照顾他们的时候，我就会有点沮丧，因为我只能靠我自己来，就面对这样庞大的压力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我一起分担。但是有一次我读到以赛亚书35:3，那边说到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使颤抖的膝稳固。那这处经节就让我想到我有一位爱我的神，这位神爱我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陪我走每一步路，他 并不像人想到的时候才来陪我，才来关心我。这位神乃是无时无刻的陪在我身边，所以当我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就会向主祷告，那这位神就会来陪我，使我下垂的手再次被牵起来。也因为这位爱我的神，使我的重考班生活蛮有平安。那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不只享受到神的爱，我也享受到弟兄姊妹们的爱。就举最近为例子，我来高雄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却已经享受到弟兄姊妹们丰丰富富的爱了。当这边的弟兄姊妹听到我要来高雄读书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说，我什么时候有空，想要来我家来拜访我们，想要先彼此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形。那这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，因为我家住南投，离高雄很远，但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们却愿意自己开车来从高雄来看望我们家。那我想如果这群人不是这样非常爱你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愿意这样不辞辛劳大老远的来看望你。那还有一次就是我想要去家乐福买点东西，那我就想说那位弟兄在忙，我只要跟他报备一下我就自己去。但是他的反应让我非常的惊讶，他乃是把他 手中在忙的事情放下来，他说他愿意陪我这样去。那还有一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心情非常的沮丧，那但是 这群弟兄们却围绕在我旁边，他们不是用大道理来责备我，或者是用大道理来教训我，他们乃是与我一起祷告，为我祷告。那因为弟兄姊妹们的爱，使我虽然不在家里，却蛮有在家的感觉。也因为弟兄姊妹们的爱，并接着互相扶持，使我天天都非常喜乐，每天都蛮有平安。朋友们，这样的爱是非常的美好，是何等的吸引人，但是这无法用言语来诉说的尽，只有你们自己亲自来体验，才能完全的享受弟兄姊妹们的爱与神的爱。
免疫力下降，然后感冒咳嗽咳了两个多礼拜才好。虽然当时那样的环境看似好像很为难，但是在我里面却有一种的平安与稳妥。因为在我们家里的姊妹们时常会顾惜我、看顾我，帮助我许多在课业上的问题，帮我代祷，并且有时候还会带宵夜回来看我，让我觉得非常的被关心。所以在那预备考试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十分经历到姊妹们的彼此相顾、彼此相爱。他们时常的帮我代祷，所以在那样的情形中，他们就托住我这个人，让我不会因此而下沉软弱。另外有一次，我因为晚上熬夜读书，可能早上睡过头，然后正在很急忙的整理东西要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很奇妙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一位比较年长但是很